催泪片重现活吻摘金荣耀 ，SHE 砸千万拍17 MV 哭死忠粉。由 Selina 及 L 组成的女子天团 SHE 将迈入成军17周年，推出新歌17庆祝，粉丝殷殷期盼的 MV 也将于明天下午5点首播。MV 回顾三人出道至今，包括初次碰面高喊口号大家好我们是 SHE 女朋友，男生的女朋友，女生的好朋友，拿下第14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，以及2010年 Selina 因戏遭逢烧烫伤等种种回忆，最后三人一同穿上婚纱，笑说是嫁给了彼此，让粉丝跟着 SHE 搭上时光列车，重温 SHE 的点点滴滴。MV 斥资逾千万打造而成，导演陈艺人事前花费4个多月进行前置作业，并出动近200位工作人员，以流畅运镜来描述故事。SHE 穿回忆7年前的衣服，更戴上假发复刻当时青涩模样，但 L 扮相让全场笑坏。Selina 亏说 L 走路立刻变了，他完全就是以7年前那个小伙子，还一直撩妹，女人味全没了。对 SHE 来说的重要时刻便是获颁2003年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，但当年奈乐因伤缺席，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。导演透过 MV让他们穿着当年金曲奖的复刻班礼服，完成一起上台领奖梦想。 L 也趁机发表当年没机会讲的感言，对我们而言，团体组合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得到肯定非常感谢。我们要感谢唱片公司老板对我们的支持，也要感谢公司所有的同事。MV 中也提及 Selina 因演戏遭逢烧烫伤的过往，原先公司为保护 Selina 极力反对，但 Selina 大方表示这是我们很深刻很重要的记忆，对歌迷来说也是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，现在又站在一起，我觉得不必在意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虽是用电脑特效合成爆炸场景，没戏份的乐乐和黑主动现身片场，陪同 Selina 面对，并表示这次我们陪住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姊妹情深令人为之动容。这次也特别邀任爸任妈客串演出，二人在月台上送别 Selina， 且在金曲奖舞台下被人潮推挤远去，象征住 SHE 长大独立工作有成绩，却可能因为忙碌等因素与父母距离也越来越远，让 SHE 感同身受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17 MV 将明下午5点在 SHE 官方 YouTube 频道首播，他们所属环岩国际特别打造 SHE 专属捷运车厢，欢迎歌迷打卡留念，创造美好回忆，并邀请歌迷11日时到两厅院叶文广场参加17音乐会。